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这回放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，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。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，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，她皱着眉头说：这是什么地方？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他的手，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：这是香港，我们要去搭火车。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说：我不认得这里，我不认得这里，我要回家。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，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，就差身上没穿白袍。这时一大步跨上前对妈妈说：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，没有错，快走吧，不然你回不了家了。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，看不出任何情绪或情感，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。30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。妈妈也不看他，眼睛盯着磨石地面，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：好，那就马上带我回家。他开步走了，从后面看他身躯那样瘦弱，背有点驼，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，他的步履细碎，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。陪他在乡下散步的时候，看见他踩着碎步气气低头走路，我说：妈，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，来，马路很平，我牵你的手，不会跌倒的，试试看，把脚步打开。你看，我把脚伸向前，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。你看，脚大大的跨出去，路是平的，不要怕。他真的把脚大跨出去，但没走几步，又气气低头走起碎步来。从他的眼睛看出去，地是凹凸不平的吗？从他的眼睛看出去，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？弟弟在电话里解释，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。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，粉红色的烟霞霎时喷涌上天，在油画时的黄昏光彩里，我们回到他的卧房。他在卧房里四处张望，仓皇地说：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、博士照说：那都是你儿女的照片，那当然是你家喽。他走进墙边，抬头看照片，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，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，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。还没开灯，他就立在那白墙边，像一个黑色的影子，悠悠地说：不认得了。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，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，刚好映出了他灰白的头发。火车开了，窗外的世界迅即往后退，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的快速倒带键，
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，还是快速转向未来。只见他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。因为是晚班车，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，陷入沉静，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。妈妈抓着前座的椅背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她看着前方，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。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，列车的门紧紧关着，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。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，布帘都已拉上，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，时强时弱，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射进来。他紧紧抓着椅背，维持身体的平衡，然后他开始往前走，我紧跟着亦步亦趋，一只手搭着他的肩膀防他跌倒，却见他用力拨开我的手，转身说：你放我走，我要回家，天黑了我要回家。他的眼里蓄满了泪光，声音凄恻。我把他抱进怀里，把他的头按在我的胸口，紧紧地拥抱他。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他稍稍安心。我在他耳边说：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，只是还没到，马上就要到家了，真的。弟弟夺了过来，我们默默对望。是的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妈妈要回的家，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、邮差找得到的家。她要回的家，不是空间，而是一段时光。在那段时光的笼罩里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，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，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，要她猜是谁，门外有人高喊：限时专送，拿印章来。妈妈，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。
失方向。